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不够搭的话，你不要去跟着打，跟打下家啦。因为你这个，你是需要冲，你是需而要且冲重点分是你数。这个酒条留下来的话，你那个条子连接还是有用的啊，对。对不对？你看，如果没跟的话，是不是酒条碰到了？对啊，嗯。他现在在期待他的大字都能够结对，他都能够碰到。结对的话，你要去想说是不是结会，因为不见嘛，不见的话，基你本看，上大字很哇哦，容易被压对的啊。有 feel，先走把柄，打5万，5万的话，毛哥吃起来。吃起来打2条。碰起来条打毛哥7条。碰起来，这边3、6条，没有，会继续过吗？第一名打的宪章哥会继续过吗？不那过不了啦，过了，不抓过第了，一名的位置，抓第抓一第一名的名分还数。可以，有人刚打二条，转过来上家马上跟打二条，可以吃吗？不行，感谢 Jolly 的提问，因为还没有过自己摸牌打牌，所以不能吃。是的。